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问题要调主您呐、啊。下午的小道好，欢迎收看一路的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，就是来自于编程的两位基友啊，分别叫做水清云深开的王总幺幺，以及那什么、啊、你们自己看字幕吧，他开的五九，地图是普罗霍洛夫卡。嗯，然后标准模式我们在下面说哪位？地图我没说错吧？啊，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。嗯，靠，现在躺着解说好舒服呀、啊。这嗓子有点渴、啊，等会儿完了我去弄点水来。现在他这个，哎，屁股拉着两道烟啊，然后我靠，也真是没人过来啊。后面倒是有两个，但是会过来吗？嗯，看着应该会，那还好点。啊，这里哎，上来了。对面也是有些人，那具体不知道有多少。那现在这一把呢，我觉得比较好的是没有火炮，都给打得比较放心。哎，啊，哎呀，哎，不打 QBR 啊！我靠，为什么不打 KVR？ 快，还有一次机会。啊，有没有打中不知道，反正这一次选择是明智的。前面那些人其实你自己不要去打他，只是把他亮出来之后呢，看咱们中间的人有没有办法。哎呀，哎我靠，队友管得可真快， KVR 仇恨高呀，而且他确实很厉害，你把他解决掉的话啊，对咱们那边是很有好处的。嗯，哎，刚刚我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？我觉得他对这个进退的这个尺度拿捏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你看，哎，哥就是不打你，亮一下就好。哎呀，这两天还没有完全恢复啊，这个真是精神跟各种不好。哎，烧不起来啊，我操！如果身后面我看后面那还有那坨过来之后啊，嗯，或许可能
可以尝试强上他们一下。那现在我觉得还不敢上。好，看中间有没有被完全拿下。好的，漂亮，拿下了。啊，没有，他们中间还有啊，我通过小地图看见。哎，来了一个，来了一个。对面也想抢顶吗？啊，家伙，开始有接触了。现在咱们这边人数也不少，队友说一起上。啊，他现在是想支援中间。目标被击中。好的，漂亮，队友已经上了，你现在也要跟上，不要在这里摊炮了，你应该打那边。真的？哎，我去，你还没打到。你们先把这一窝给刷掉，对吧？再去搞那边。发现目标。别急。血量非常低，可以撞一下。好，干得漂亮。非常的机智。好，顺势拍脸。他顶住这个，哎，让他不好打。哎呦，他只好打旁边那哥们了。那你死定了。这么多人群殴你一个，你要怎么办嘛？啊，又顶住。啊，他只能打那哥们，那哥们好惨的。你凭什么老打我嘛？啊，那哥们说，哎，我往下面开。老子不要被你打，你个贱人。嗯，这时候往中间走啊，中间咱们这帮人刚才被灭，其实你刚才就应该毫不犹豫的冲下来，如果这边这波人灭的速度快的话，你再赶过来救，这是能救下来的。你一直在中间打，如果他要是过来帮忙再慢一点的话，搞不好中间也要跪啊，前面也要跪。因为中间这边我们当时本身就可能有点吃亏，你又不帮这边，你来射中间的贡献并不是很大，那么到时候他们中间那帮人搞不好要过来帮忙，那就啊都一起跪了。现在他就是切了金币弹啊，教人怎么报复社会。耶、yeah, ！牛不牛逼？屌不屌？啊，你个111，你屌什么？啊，其实我也是111，啊！哎呦！持不住了，打得好，目标锁定解除。你看屌不屌？啊，人家土豪金币弹！我靠，又打又撞，太狠了！好，再来一发，看打哪儿，啪叽，把它抽废掉。现在这边剩下112跟34，但是现在我们并不太清楚他们在什么位置。啊，我们的队友非常机智，你不来啊，那我先站家，我看你来不来。看到，哎呦！目标锁定解除。啊，慢点往上。哎呀！
好的，漂亮。啪叽。漂亮。啪叽。耶。看来距离远啊，没有保证打穿。好，那这个就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我 ，QQ 箱是7678588.com，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